手歌剧演员蔡成玉，他呢曾经在我们的《深入人心》第一季当中获得了最终首席，在《歌手2019》中获得了季军。他的代表作有《自己的明天》《星月无尽》等等。那近年来，他深耕歌剧舞台艺术，也曾参演多部经典歌剧作品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他也将会为我们带来哈别开生面的舞台表演，非常期待了。好的，那欢迎蓝宇和黄轩来到我们的采访区，看到蓝宇很。